second place finisher of the 2013 Line Funk Fly Events class. Finishing second place is Mr. Jamie Robertson from USA. 恭喜 Jamie Robertson! 第二名的好成绩，他可以获得的奖杯。 还包括了我们奖金。 Yes, Mr. Robertson, $5,500。圣杯飞行，各位现场观众知道怎么做了哈？掌声越大，呼声越高，他越疯狂啊！Jamie，带我的美女滑下去了。我们刘维，刘维。 有没有音乐表演是两回事？没有音乐表演更精彩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背景需要你的掌声。我现在给你们这个音乐，哇，这发财了！哦哦哦！哎。 Whoa, somebody's out there. 我们旁边有阿妈尴尬的讲：“哎呦，那小孩牌给别闹了。”你放心，我们这种冠军选手啊，他蛮享受在那种刹那的快感，觉得为这个大会表演胜利的飞行一切都值得的。而且呢，胜利飞行一向是我们大会最高潮、最赞的 part， 因为他没有比赛的压力哦。
尽情的展现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L 那什么的冠军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宣布了吗？我们来再次先给来自美国大学丈夫，加油！